one 啊！没有这么久啊，没有叫这么久哇！徐熙娣，我爱你。最巧，你是我眼中最棒的女主角，你是最漂亮的。啊，在摄影棚跳舞，在夜店，在夜店看对眼，在夜店看对眼，有吧？我从头到尾没有碰过他的手，我也没跟他拥抱过，我也没亲过他，哇，我什么都没有。所以你现在是在 complain 吗？没有，就是。友谊啊，碰到了，真挚的友谊，抱一个，好了，亲一个。然后那个博宏说跟嘉燕有做了很多那个很激情的动作还什么的，有很多短短的几秒，然后在各式各样不同的场合。可是你不觉得当演员就是过瘾在这种地方吗？就是你真实人生不是这样子，可是你可以在演员的时候尽情的做这些你平常不会做的事。但可能我第一次演这种比较激情戏，就好像蛮有点害羞。所以你害羞就会一直 NG 啊？对，但就是因为就是穿的也比较少，然后又在那个很我明明穿的比较少，根本没穿。我不是我上半身是没有穿衣服的，但是有穿内裤嘛？有啦，有，但是就是上半身是光的。对。可是贾静雯不是说你很大方的在片场一直穿着内裤走来走去吗？那是不是激情戏的时候？激情戏，但那就是正常的，就像家里一样这样走来走去就 OK。哦。但如果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动作的话，就会有点不好意思，怕。你说跟柯佳嬿对戏的时候？对。然后就会先讲得很清楚说，我等一下手会先放在哪里，然后再放到哪里，然后怎么样。所以里面是有哪一种姿势或者哪一个动作是你人生真的没想到既然会摆出这样的姿势？就是在那个，就比如说我们在 motel 有一场戏是那个透明的淋浴间，对，然后导演就是要表现那个开心的一刻这样，然后就镜头这样子往前推，然后我们两个人也要这样同时这样砰趴在那个玻璃上面，所以应该是柯佳嬿在前面，你在后面这样压住他吧。对，然后还有一个表情这样，就是很开心这样。哇，有那画面很冲击，然后一卡就两个人都大笑这样。好想演哦！听完这个评语是好想演，因为我现在已经结了婚，又只。我就人生就没了、啊，还是我们现在试镜？而且反正演戏不是演自己啊，对呀、啊，演戏是演别人，所以演戏本来就是可以很放。对呀、啊，所以毕竟说我如果现在我已经结婚17年，你一定可以，我就已经没有那种你知道 passion 了，所以只能靠演戏来激起我的 passion 了、啊。一定可以，你一定可以。所以你要不要教一下我怎么演？对啦，是现场试戏了啦，现场试戏了啦，教我一下啦。好啊，冲浪啦！玻璃在哪？玻璃在哪里？玻璃在哪？啊！你要从后面撞击我是不是？玲玲姐，你来帮我们看一下戏对不对？所以是什么状况？就是假设这里有一片玻璃这样，那我的表情是很爽，是不是？对。对，但就是那一就是有点着急。My God， 我不会倒哎，怎么办？哇塞！丽姐，丽姐，丽姐导戏发挥，对，我是导演，我是导演。好，要丽姐。3, 2，直接来啊！等，你不想情绪吗？不倒。不用啊，你们自己来。为什么要跟导演？为了喊这个吗？他喊1、2、3，然后我们就这样爬上去。你要靠近我一点，你不要先讲好。你几岁？我34。Camera， 快点 ！OK， 3, 2, 1。为什么要笑？笑声音！天啊！有没有？有抓到！我在叫什么？对，我演太烂，我太紧张了。等下，真是哇！哎，他害羞了。你那场戏是没叫是不是？就是有一个表情是。那我表情有到位吗？你还可以再来一次。好，我们再一次。好，来 ，Camera， 3, 2, 1。没有这么久吧？没有叫这么久吧？我怎么觉得我演的好像蛮好的？
你觉得 OK 吗，导演？可是后面那个人有点，怎么样？他表情怎么样？他想笑，他是笑场的吗？不是，因为我有点撞到你的屁股，不好意思，他拍死。我们当演员的就是要专业啊。好，对不起。对不起，还有哪一场戏？快快快！还有什么？什么演唱影啊？然后整部电影被我们演完。不是电影啊，是电视剧。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场戏是你觉得就是有点害羞了，是不是？对，因为就是要那一下的表情，然后导演就说那就是要配合镜头来，然后你们刚好有一个最夸张的一刻，就最开心的一刻。真的，那个蛮厉害的。那个看那个片子，你会觉得哇，有那个画面，以为对，真的是真的发生什么事。等于它有很多短短的，比如说两秒、两秒、两秒，可是每一个两秒都要不一样。但是又是同样的开心的那一刻。可是你说配到柯佳嬿就会一直笑场，是因为他讲话无尺度，是不是？对，他讲话真的很好笑，真的。有一场我们就是在那个，就是刚刚去 motel 的前一场，我们就在看那个老式的 motel， 他会有把房间的照片拍出来，然后我们就是桥段，就是我们要选哪一个房间，然后有床的形状，然后本来剧本只是写到说。你要选哪一个？他就选这个，这样。然后导演没有喊卡，我就说，哦，那你喜欢这个形状吗？我就想说，哇，我有一个，我讲了一个尺度很开的台词。对。结果他就说，我喜欢你的形状。哇！真的很，你说是？你看他是不是很？你说私底下这样讲吗？没有，在 roll 的时候，还没卡。在 roll 的时候。对。因为剧本上没有。你因为他不是你想象中会可以这么那个 open 的人，对。等一下，你刚刚是不是？你刚刚是问他说你是不是那个来，是不是？对啊。我现在真的那个来哎。对啊。就冒热，快快！不要！不要！怎么每段都有你？我那个好痛，肚子好痛。不然我们，不然你想要帮我不知道啊。你要怎么弄啊？好，那你躺在这里，我帮你，我帮你按手好了，好不好？用力一点啦！那你手好小哦。对，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你还不知道我手小？伯伯的手你都没有感受到吗？有啊，就是小鸟依的那个。好，那你就你们聊，你们聊。怎么换主持人了吗？换毕姐。所以碧姐，你有没有觉得我也很适合当演员？真，你一定要演，真的。就你演完之后觉得很过瘾，对不对？没有，我们可以一起演。我觉得我们俩演喜剧一定很好笑。可是你持记得住吗？可以。他持记得住吗？非常厉害。可是为什么刚刚一直丢本的？真的吗？真的。那刚才那个 camera 是什么回事？我不知道，因为我可能习惯讲 camera 吧。还是你们那个年代是说321 camera？ 没问题。可是刚张琳演的还不错哎，真的，因为我在家就是这样，他蛮厉害的哎，好难哦。对，就是我在家就是也是会就是那种假装生气，然后其实是要被安抚的感觉，讨厌呐。还有没有其他情境可以演啊？自己去。所以你们俩在一起多久了？交往到结婚大概10年。十年了，对，差不多。因为我一直感觉你们还在激情期，他现在碰你还会有感觉吗？模仿犯3月31号，很好。这题很温馨哎，这题不温馨，不温馨吗？不然你问他好了，现在应该还蛮有感觉的吧？哇！武康人，你现在每天都会亲你女朋友一下吗？你可以点头或摇头啊，像刚刚那样。是亲嘴还是会舌吻？早安晚安吧。睡觉会抱在一起吗？模仿犯，3月31号，3月31号，一盒 Netflix， 一次10集，全部上架，我们就要玩游戏了。好快啊！那怡蓉有男朋友吗？没有哎，现在单身是不是很难防？你单身，那你喜欢哪一类型的男生？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定的类型。可是你不觉得当演员应该很容易就谈到恋爱啊？就是跟合作的男演员日久生情。没有哎，我觉得当演员让就是造成我交往上的阻碍哎。为什么？就我有点审美就是那叫什么麻痹疲乏，然后是不是你看太多帅哥了？对，所以我现在看别人的脸就没有任何的感觉。哇！会有
有这种后遗症当演员。哎，你合作过有吴康仁，还有谁？柏宏也有啊，柏宏，然后许光汉很早期有合作过，所以你都一直长期看这些帅哥，所以你现在扫过转过头看一下我们的摄影师，你就会这样，对，都很帅，是这种感觉吗？没有，就是像是假如说拍戏也是会有一些，假如说牵手或那些的，然后我现在被牵手说哦手，就会觉得说哦是要牵手，好牵啊。但不会有什么感觉，而且我觉得帅的很长，别人都不觉得帅，所以我是觉得帅。你觉得心中最帅的男演员是谁？孔刘。你说孔刘不帅好不好？男演员孔刘不算，不算，不算。孔刘不帅 ，OK， 他已经太高标了。你心中最帅的男演员有区域限定吗？嗯，尽量是这边。这块没有啦，就是许光汉啊，康仁哥。许光汉，他刚刚说光汉了。哦，对，你喜欢光汉，就是不一样的都喜欢。嗯，所以如果我还没有决定我要喜欢哪一种，如果许光汉追你，你有没有可能心动？太熟了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奇怪？我是那种一认识就很快可以归类是哦朋友交往这样，然后去朋友那边就不太会回头了。怎么会有这种能力呢？你都不会想说可能会有暧昧的感觉出现吗？就是试着要去培养的时候，我就想说，很像在拍戏的时候在酝酿什么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那这样我好像跟谁，我是不是都酝酿了起来？哦，对，然后就会突然觉得，那是想太多。对啊，有一点职业伤害吗？可是好像只有我有，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嘉燕会有这种心情吗？我就比较没有想那么多。所以已经有另一半的演员在跟异性的演员演亲热戏的时候，是不是完全就是把它当成一块肉而已？哎，好像也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吗？因为这样在画面上看起来，它的感觉会很像是道具，就是会很像你是拿着一个道具的那种感觉。那吴康仁是吗？就即使已经有女朋友了，可是演爱情戏的时候，还是会有不小心喜欢上对方的感觉吗？不能直接就是心里冒出一句我喜欢你，但是会很投入。就是如果真的要谈恋爱的话，就会还是会必须要看到对方的优点啊，甚至是觉得对方很美。但是那种第一人称的就是我喜欢你这种东西比较不会冒出来。如果冒出来好像就好超过太多了。你目前最享受跟谁演情侣？这题也不能回答吗？这题也怎么样吗？都蛮好都蛮好。那如果合作的演员是做了什么事会踩到你的地雷？那是我年轻时候的想法，比如说可能一喊咔啊，或是还没有喊咔之前，就一堆人在围在他身边啊，弄头发的那些。对啊，然后可能他有时候不是那么清楚台词，会要搞清楚的时候，你就会在旁边想说，这个台词不是昨天晚上就应该，或是就已经背好了吗？为什么现在还在了解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那时候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会比较对这种状态会有点反感，可是现在我反而会觉得，好像也还好，因为主要是女演员，毕竟你要把她拍漂亮。哦，所以你讲的是女演员。对，女演员，那你为了要，对，这故事重点是谁？谁一个弄头发？现在我现在看待这样的状态，我会觉得其实都是为了让呈现更好，其实我都不会想太多。所以你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地雷可以踩了？应该是没有太多。除非太不专心的演员会不专心是什么？可能我觉得有时候不专业不是他真的故意的，有时候年轻演员啊，或是一些他其实可能刚入行，或是他没有跟很认真的剧组工作过，其实他以为他很在状态内，但其实也许他打搅到了其他人的工作，那我觉得他可能就只是没有人提醒他。那时候我多半会提醒，但不是用那种不爽说你不行不行不行，而是可以用别的方式去让工作顺利一点。是例如有一个剧组还在拍，可能那个女主角要落泪，然后她已经先拍完了，她在旁边就是在那边很吵闹，可能会影响到那个女演员，是类似这种状况吗？如果照你这个形容状况好像也不太好。对，不太好，就是尽可能不要打搅到其他演员。你有被打扰过吗？然后说请你不要吵。有哦。哪一次？哪一次？很多次。其实我觉得那个是可能因为工作人员很多很多是那种，比如说现在很多是建教合作的，那可能他只是来领个底薪啊，然后换一个学分啊，他是来攻读生，他可能不太理解说我们5 4 3 2 speak 然后我们 action。 那收音师
那任何的声音啊，或是导演正在拍的时候，可能还有人在摄影机旁边在那边晃动啊，我有时候真的会喊暂停，就是可不可以不要在视线范围内，就是身边有一些同事朋友看完那预告就说，你是不是在模仿我？因为你们身边应该都有很多 gay 的朋友吧，光汉应该也有吧？对对对。所以你本身应该就是跟 gay 是打成一片的、啊。会有几个好朋友了，对啊，是。因为你好像是在那个，就是如果询问同志，你们现在最爱的男明星是谁？就是你几乎都是。是吗？我是柏宏吧。就你跟柏宏两个人在竞争啦，真的，因为我们现在有请到真正的同志在现场，是可以现场调查一下，欢迎十位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叫 Terrace。Terrace， 如果两个人一定要挑一个一夜情，哇，好直接，对，很直接。挑柏宏。柏宏一票。谢谢。为什么？为什么？嗯，好，因为其实，在那个怪胎的时候，我就其实看到柏宏的身材。就大圈粉，然后所以你是爱他的演技还是身材？都爱。那我要必须要跟你们讲，在这一部电影关于我和鬼成为家人的那件事里面，我不得不说许光汉你真的很敬业，因为我之前看他的时候是你跟小轩演那部戏叫什么？醉梦者。当时你在剧中还是很单薄，对，然后细细的那一个男生，然后他在这部电影里面，哇。整个人变好厚，然后屁股有够紧的，而且有大露臀部的戏，哇！还有冲澡，然后这边摸胸部那个。对啊，因为大概有花3个月的时间去符合一下这个角色的形象。我就觉得你们当演员真的很敬业，身体可以这样随便变化。对，还是要有一点这个职业道德。所以你那三个月是怎么样？就是饮食控制。因为我之前比较瘦，之前可能大概6左右，然后我就想办法3个月大概增5公斤，但是想办法都是增肌肉这样，所以大概后面的体重大概是70左右，然后就70几，一直重训。对，就有休假就重训这样，对啊。所以是要不定时的给导演检查，说我这样够厚吗？没有啦，是不用到检查啦，但就是自我期许啊。那你在拍那个就是你。要站起来，然后屁股露出来的那一场戏的时候，你有一点点尴尬吗？当下没有想那么多，对，但是卡了之后又觉得，就大家 focus 在我的屁股上面，对对对。有人就说哇，你屁股好翘什么之类的吗？有一些有得到这样的称赞了。所以你没有清场那场戏，你没有清场吗？啊？你那场戏你没有清场？还好，因为该在的工作人员还是要在啊，所以就顶多就是撤到别的地方，但是 monitor 还是会看到。哇，那你前面是把它往后贴，是不是？还是往前往上贴？说什么？没有，因为我知道了。对啊，这是演员会注意的事情、啊。必经的。对啊。对，我们会穿一个类似，就是一个袜套，对不对？袜套还有一个丁字裤的东西。哦，然后对，所以屁股和那个丁字裤再把它修掉。对，然后就前面有一个包，至少有一包这样子。至少一片、啊，有一片如果有2包，那我们会吓一跳。但我觉得跟他演戏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会有一个默契在，就是我觉得演员最重要就是丢球跟接球。嗯，那最怕就是有些演员没有接到接你的球，什么叫不接？刻意不接你的球？什么叫刻意不接？你是说像主持人故意不接话那种吗？就对，他不想给你啊，他想要自己拿走啊。演员怎么可能？因为台词就是固定好的，怎么？可以，他可以，他走位他就走掉了。那这样导演不就是会生气吗？他就会骂那个人啊。你看谁大牌啊？所以是你是被大牌这样遇，就是遭遇的大牌这样对待啊？讲台湾的演员吗？台湾的演员吗？没有啦，不还是香港的。
没有啦，等一下，小月，不是，没有，别人美，别人美，不可能。好，那不然你们俩要示范，你丢球他不接球的那个戏给我们看。应该是你不接，还是小美你丢，然后你不接，因为我不懂那是什么意思。不接，对，什么意思？我懂你的意思。好，比如说我们主持人先示范好了。好，我说，所以翠克，你觉得女生这样的型你会喜欢吗？很棒。对，然后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就是感觉，超棒的，就这样。我们要看演员的，我们要看演员的。那你帮我喊一下。我喊 ，Action！ 你说今天晚上六点要吃饭吗？然后呢？你说你这样吃吗？哦，乔，你那个，我们一起去吃。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哎，我也要。不是，哪有人跟你约好？你不是昨天跟我说好了吗？不可能，你忘记了。尴尬了，看台变绿是不是？哇，那现在怎么办？所以就刚刚那段就演完了，是不是？嗯。所以刚刚就是不接球的状态。不是真的，不是那么，不是像刚刚那样子，真的很难去讲。就是不是演员的人很难理解，是不是？也不是，就是很难。你要先进去才懂啊。很难即兴讲出来。你不是在练习进入角色吗？是你们让你说话吗？哇，那你就是搞得现在气氛很尴尬。我觉得啊，我觉得很 OK 啊。哇哦。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嗯，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叮叮叮。